拥有超强视觉效果的全新组合南岸青春喜剧社长偶像超市的演员们即将在4月6号来台与大江见面了。主办单位昨天吴宇景宣布这项消息，阵容包括在剧中饰演主舞生态号的修敏，主唱殷一敏的崔元明，以及高人气忙内以上语的李喜韵。见面会地点选在信义剧场 Legacy Max， 共分为5500元、3500元、2500元以及升降席2750元四种票价，门票在今天中午12点起售，包含签名海报、限定签名小卡、全场欢送、签名纪念票等福利。但这个幸福来得太突然，沙克粉丝措手不及，纷纷表示荷包扛不住了，才公告隔天就抢票也太临时。완전로또야，哎呦，로또라니요？우리가5년간활동한대가로정산받은거지。社长偶像超市是由 EXO 修敏、Monster X 亨苑、崔元明、李喜韵等人主演。去年9月开播后就受到不少粉丝喜爱。剧情讲述因意外事故而解散的偶像团体，收购了濒临倒闭的超市，展开一段横冲直撞的第二人生故事。